Dio mio, Dio la mon, Alipo Javi Viva。非洲人、黑人同中国人、黄种人一起生活，有一种好美嘅感觉，嗰种和谐，嗰种共融，系为我自己觉得好美丽。我将 Billy Tattoo 欢迎你哋。嚟到坦桑尼亞，哎呦哎呦，烏斯旺哥皮，我記得即係初初嚟嘅時候咧，呢屆我好開心嚇、啊，中國人啊，好可能我係第一個中國籍嘅神父喺度傳教。巴巴帕魯金寶維。天主教香港教区神父，2003年是他晋升神父的五周年。这一年，金神父选择走一条不容易走的路，就是要成为一个传教士。他毅然接受主教的派遣，去非洲坦桑尼亚传教，为期3年。听讲咧，我是第一个教区神父，香港的教区神父被派遣。去到第三世界國家傳教，我希望咧，我係第一個咧，亦都唔係最後一個。我希望咧，陸續有你。巴加莫約，坦桑尼亞東岸嘅一個港口，貧臨海邊嘅十字架莊嚴矗立，面對住壯闊嘅印度洋，紀念第一批喺呢一處登岸嘅傳教士。點解香港可以有天主教徒？係因為傳教士啫，冇咗傳教士。根本上就不會有教會出現，呢度咪一樣，呢度就係、是東非坦桑尼亞，即、就、係、是、第一個傳教點。如果冇傳教士，冒住生命危險，冇傳教士懷住一份對天主一份嘅愛嚟到呢度將福音帶俾人嘅時刻，我可以話俾你聽，坦桑尼亞唔會有天主教教會。19世紀中葉，嚟自法國聖神會嘅傳教士。率先在这片落后的土地上设立传教会的总部，还兴建了全东非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巴加莫约在19世纪的时候是东非的奴隶贸易站，传教士维护正义，用赎金赎回黑奴，还提供教育和医疗给他们。被释放的奴隶后来就成为第一批归顺的教徒。时至今日，天主教徒占坦桑尼亚人口30%，仅次于回教徒。所以我来到只不过在这里真的继续回传教士他们遗留下来的传教事业，我们继续回他们的工作。他们已经为我们铺了很多很多路，他们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功夫。现在我们做传教士真的比以前真的舒服很多。昔日一个个年轻的传教士为了传扬福音，不惜离乡别井，远道重洋，来到这个语言文化完全不同的地方传教，以勇气和慷慨无私的精神在异国他乡奉献一生。今日不少新一代的传教士都愿意追随前人的美丽脚步。当我看到这个墓地去世的传教士咧，最后生只系得21岁，我会觉得以前的传教士真的很伟大，他们咁远坐船，可能要坐1个月、2个月，甚至3个月，先嚟到呢一度，目的是为了乜嘢？为了就系将愿意将基督的福音带俾人。他们嚟呢一度一啲都唔简单，我听到的其实很多未嚟到就已经魂归天国。但是他们那个行为，他们生命那份的奉献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标记。我亦都看到很多来朝圣的人就是被这些以往的传教士所感动，他们继续他们的信仰，他们都会即是看回自己都是一个传教士。在坦桑尼亚的天主教教会，他们即是有一个很成日都讲的，
就是 CC Sorte di Wa Missionari， 意思就是说我们全部都是传教士。金神父选择放弃在香港安稳的生活，告别自己的家人朋友，隻身来到人地生疏的坦桑尼亚。虽然不算得是一个很大的冒险，不过肯定都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新尝试。走传教士的路，金神父第一个要面对的挑战就是要学习这里的语言斯瓦希里语。我记得我读中学开始呢，我英文都未试过合格过的，真的其实都挺凄凉。问题就是不单止学非洲话本身，而是我要用英文去学非洲话，很有限制咯，即好其实很辛苦的呢样嘢。即系你成日都读完一句，读完一次唔啱，第二次唔啱，第三次又唔啱，第四次啱都好啦，第五次又唔啱喎。咁即系嗰种嘅辛苦系有时系好难受，觉得自己好冇用啊。以自己有限嘅语言能力去学习一种全新嘅语言，由零开始，金神父都觉得好吃力。这四个月的非洲话课程一点都不轻松，好彩得到一位波兰籍神父的帮助。就是揸住本尼撒书去读咯，就是、因为我要开尼撒噶嘛，咁去读咯，读佢就佢就会即系纠正我啲发音。咁足足四个月都是咁啊，其实啊唔简单嘅，即系上堂已经唔短噶啦，朝头早八点半上到下昼两三点钟，咁仲要再补课咧。其实是一件几辛苦的事，可能天主都俾咗我呢一份韌力啦，即系我即系肯去挨啦，啊咁最后我得出嘅结果就系、是，系我读得唔叻，读得唔系咁即系冇人哋咁快可以掌握一种语言，不过我觉得最后我睇到我系可以嘅。非洲话课程完咗，金神父被派去一个贫民区莫东尼堂区服务。佢知道自己嘅非洲话程度仲未可以应付实践嘅传教工作，于是就邀请一位堂区青年 Jacob 嚟帮手。Jacob 一个星期嚟四次，主力帮神父准备弥撒里面嘅讲道。He is leading well. Also, the weakness will become in the pronunciation. Because if the who have not a mother's language, because the problem will become on the pronunciation. The samples, some word is similar. Yeah, like Bwana. Bwana. Yeah. Bwana, he pronounce Bwana.Because Bwana is a children, so Bwana is the Lord, so that's why a pronunciation. Did you hear the differences? He's my friend. Also, he's my priest. So I believe that he, this man, or this priest, he's teaching me the good way to go for God. 過程裏邊，我發覺我哋一齊學緊好多嘢啦。特別即係我學緊話，咁其實佢都係一齊分享緊聖經咯，因為準備到你係即係準備天主嘅聖言啊，咁大家都好多得著。初喺度開嚟撒，梗係難啦。不過真係天主祝福嘅，佢哋竟然話明我講乜喎，即係連唔正嘅非洲話佢哋都話明嘅，咁我相信即係佢哋真係好有愛德嘅。为这里的兄弟姐妹呢，他们觉得回圣教是很重要的，给我感觉的他们那种信仰的生活呢很浓厚，对于神的存在是很深的，还有他们那份文化的表达也是很活泼的，喜欢跳舞啊唱歌啊，更加看到这份信仰是活泼的活生生的。另外即係奉獻啦，佢哋都個個都奉獻嘅，即使係小朋友，家長都會訓練佢哋，或者俾一個意識佢哋，即係對教會奉獻。
在坦桑尼亞，我們找不到很先進的科技和豐富的物質生活，但是在這裡金神父就找到虔誠熱心的信仰表達方式。我覺得是一個奇蹟，就是大家不同文化、不同語言，我們可以在一起，更加感恩的就是更加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教會、一個天主、一個洗禮、一個家。在莫東尼堂區，金神父的拍檔是本堂神父 Father Edward， 他是美國籍神父，屬馬尼諾會。 Father Edward 大半生都在非洲傳教，他的經驗對金寶維這個初哥傳教士非常寶貴。即我來到的時候，他都給很多空間我，即譬如繼續學畫，還有給很多鼓勵我，讓我更加即容易啦，適應呢個環境。Sometimes Paul gets discouraged because he can't say everything that he wants to say. He said, I still have to use paper. I forget these words. Well, we all do that. So we encourage him. We encourage him by accepting him as our helper.And as our partner, and and as our brother priest, and we live together like two brothers. But I think what we really have to do is thank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for sending Father Paul, because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 church is missionary church. I'm sure there's a lot of work for Father Paul in Hong Kong, but.You know, the bishop allowed him to come here, and the people sent him off as their missionary, because they realized that the work of Jesus is bigger than just Hong Kong. They have to look at the whole world. I think, 可能係天主都一份邀請，佢邀請我嚟到呢一度，都為香港教區都帶嚟一啲刺激。我亦都希望世界唔同嘅各地裏邊都有我哋中國人去傳福音。初嚟報道做傳教士，金神父克服了語言的障礙之後，覺得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適應都不算很困難，堂區工作也都很快上手。平日他經常跟堂區的教友穿梭大街小巷，探望年長和患病的教友。Oswald, dear, Oswald. Nakawote waka au humo. Manindo kabitendo. Nakakutimisa wajibu. Nimekosa mimi, nimekosa mimi, nimekosa sana. Kama tunawiwa sambehe la sisi watukosea.Usitutie katika kishawishi. 其實呢度所有人都係咁講噶啦，探訪就係祝福。當有客人嚟嘅時候，佢哋覺得好開心。加上如果係神父又送聖體，佢哋會覺得真係一份好大好大嘅即係喜樂同埋安慰。透過同呢度嘅人直接交往，金神父了解坦桑尼亞人嘅實際生活。他們所面對的困難和對生命的態度。看回我最初的意願就是說、去到貧窮的地方，去到鄉村地方跟這些人一起。來到城市地方，其實看回城市和鄉村都需要傳教士。我來到這裡的時候，其實都看到我所在的地方呢，都是一個貧窮的地方。很多人他們沒有做，即使有做都可能賺到1000元坦桑尼亞紙，為1美金一日，
生活相當之困難。有時我覺得喺度嘅人面對痛苦、面對疾病，有時都好似好麻木啦，已經，因為實在太普通啦。但另一方面，佢哋我會覺得佢哋面對生命嗰種即係積極嘅態度咯。我覺得呢度好多人都係鐵人嚟嘅，好硬正嘅。特別呢度嘅女性特別硬正嘅。好多人都認為金錢可以解決坦桑尼亞嘅貧窮。金神父以一個海外傳教士嘅身份嚟到呢個第三世界國家，佢好清楚自己嘅角色同埋服務方向。譬如話嚟到呢度睇到佢哋啊，真係有好多人冇嘢做，有好多人冇得食，有好多人冇書讀，自然就會喺度諗緊，我可以做啲乜嘢，我可以即係點樣即係。所謂幫，我覺得係一啲錢係一個媒介，咁但係問題就係即係點樣幫佢哋面對，多過話俾錢去搞掂。我唔係帶啲錢嚟做傳教，而我帶我自己嚟。天主俾我哋基本嗰個人性，如果你能夠攞揾得翻，可以俾得翻嗰份人性嘅尊嚴，呢一個係最大嘅福音。未必可以即刻讀翻書，未必可以有嘢做。不過最得閒到他們經驗到主的臨在，他們經驗到由傳教士帶來那份的信息，就是我們都是兄弟姊妹。我來到這裡不是金寶為神父在這裡，我來到這裡很清楚告訴人，我是香港教區神父，是我的主教就是派我來這裡服務，這個是很清楚的。所以我覺得那種重要，其實本身作為一個牧者的重要不是我自己，牧者的重要就是整個教會。其實在這個一直探討聖召的過程當中，讀書為我是一個最大的障礙，但是天主就這樣揀選了一個這樣的人，成為一個神父。我經常都很記得，神師跟我說，他說不用擔心，如果真的天主召叫你的，不需要怕，天主召叫你不是做一個學者，是做一個牧者。以前的金寶慧沒有把握自己可以成為神父，亦從沒有想過自己可以欣賞東非的日落。今日他的非洲傳教夢真正實現了。回想過去種種的波折和內心的掙扎，他衷心體會到天主的計劃往往是超越人心所想。當我第一次跟胡書記傾的時候，我感覺到他很支持。我亦都得過一段時間，譬如話當書記過身的時刻咧，為我亦都很難受。一方面即係佢嘅離開啦，另一方面我跟他傾嗰個計劃咧，唔知道係咪石沉大海喎。於是乎我等咯，最好等咗一年，咁就再跟陳主教傾。但係陳主教馬上答覆我 ：OK， 我支持你。真係好緊要啊！那個答覆咧，為我即係完全覺得係真係天主嘅工作，係天主嘅安排啊！我屋企人一直都即係我做咩，佢哋都好支持嘅。咁入修院又係啦，即使佢哋未必明白，不過佢哋會支持。咁當我話去非洲嘅時刻，父母係唔捨得噶。在堂區服務了半年，有新鮮新奇的經歷，有新的朋友，有多姿多彩的工作，但是亦都有停下來的時候，一個人面對自己的軟弱和限制的時候。我的軟弱其實很多很多，人性軟弱，例子就是語言，例子就是我不能夠真的跟人家可以所謂交心，因為語言的關係。又或者我祈禱的時候，我只是一個人啦，很多時即係我冇辦法，好像在香港咁有一個同聲同氣的人一起祈禱啦。我想表達自己內心的嘢係好難嘅，即係因為冇人講廣東話啊嘛。呢啲就係一啲即係人裏面我哋嗰份嘅有限，即係有時我哋會好計較自己學識啊、能力啊，有時。我覺得我提呢樣嘢唔係要我哋自己去要自己打自己，或者即係個所謂自卑咁。而我提呢一樣，我時提呢一樣就我成日覺得好似小寶路中途咁誇耀緊我嘅軟弱嘅啫。
即係我哋咁有限，講話都講唔掂，我仲可以仲繼續喺度，可以真係生存，繼續真係可以做緊，可以做到佢嘅工作。咁我覺得呢個真係一個好大嘅奇蹟咯。傳教士有繁重嘅工作要完成，亦都有瑣碎嘅事務要處理。不過傳教士並唔係一份職業，而係一個使命，係一份天主嘅召叫。傳教嘅歷程中，祈禱同埋靈修生活不可或缺，因為呢啲正正係上主恩寵同力量嘅泉源。喺呢度，新聞嗰份嘅靈證，亦都係幫助緊自己喺祈禱生活裏面多一啲嘅深度啦，多一啲嘅即係時間啦。所以喺呢一度嗰種嘅感覺就係、讓自己即係同大自然嗰份嘅交友嘅嗰份交流咧。更加體會到天主嗰種臨在。貧窮、疾病，尤其是艾滋病，是坦桑尼亞最大的社會問題，衍生出來的就是傷殘兒童、孤兒、街童的問題。雖然來自生活條件優越的香港，金神父不希望走在他們的前面，他只是希望走在他們的中間，跟他們同行，將耶穌基督對弱小者的愛化為適切的關懷和服務。走了一年充實的非洲傳教路，金神父向前望還有兩年，到揮手道別的一日，可能都還未有偉大驚人的作為，但是他知道良善心謙比學識才華來得罕有和珍貴，即使是最微小最平凡的事，只要用最大的愛心去完成，就可以是最有力的生活見證。好像自己好像犧牲很多東西，給很多東西，其實我經常都覺得不是，我覺得我得著就是 比我所給的更多，因為其實我在這裡其實學了很多東西，學多種語言，學多種文化，認識到很多朋友，更加明白人心。其實同埋呢度啲人，呢度嘅朋友嗰種嘅友善，都令到自己整個生命都豐富咗。我好覺得坦桑尼亞人好享受生命，好識得去欣賞生命。我嘅感覺就係、呢度嘅人係好好開心嘅，成日笑嘅。坦桑尼亞人中意笑，金神父都中意笑，笑容嘅背後係真情。金寶慧神父心明自己係傳教士，係牧者，係上主嘅仆人，佢願意全程投入，慷慨付出，將自己的生命和非洲的兄弟姊妹連繫起來。耶穌安娜利潘德 I like Chinese song 靠知乎聽夢歡迎你地地你坦桑尼亞Karibuni Tanzania， 歡迎你哋嚟坦桑尼亞。Karibu Tanzania 。